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二楼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永安街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二楼。我们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永安街，屋龄有37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3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二楼，全幢将近有24平，目前报价是1150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9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这个物件是全新装潢整理过的物件，屋主持有了1年半。目前单纯的换屋，单纯的买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。我们现场的格局规划为3房2厅2卫，一个阳台，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，全幢将近有24平，土地尺寸非常的大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这个物件周遭的环境非常的单纯，附近都是单纯的住宅社区，没有任何加工厂，也没有任何大型的汽车进出。走路的距离大约是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土城国中。走路的距离大约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到达我们当地最大的大润发土城店。周边有许多知名的四大超商，还有许多美食打卡店家，生活机能非常的棒。开车大约3分钟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上北二高。附近还有6市快速道路，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棒。再来要跟你们报告一下，我们这边的下水道已经全部施工完毕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会有任何其他的问题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目前为你们介绍，这边是我们的厨房。我们厨房是属于半开放式的，如果你们本身怕有油烟，建议你们大家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出入口这个地方，再加装一个拉门，如此一来比较不会有油烟去影响到我们室内的
装潢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你们目前看到这边是我们现场的屋况，这个物件有全新装潢整理过，屋主持有了一年半，目前单纯的换屋，单纯的买卖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低楼层的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棒，步行大约5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永宁站。周边有许多知名的四大超商，还有连锁大卖场。生活环境非常的单纯，我们这边是属于邻近的住宅社区，附近没有加工厂，也没有机械的吵杂声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这个物件屋龄只有37年多，屋况有全新的整修过，包含我们的水电管线都有做更新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低楼层的物件，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有装潢层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，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。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、新北市跟桃园市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，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室内的格局跟我们现场的屋况。我们这个物件是属于前后采光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这个物件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现场没有天然瓦斯，在这边要特别跟你们强调一下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有装潢的物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共卫浴。我们的公共卫浴非常的漂亮，格局也非常的方正，现场是全新装潢整理过的，屋主持有了一年半，目前单纯的换屋，单纯的买卖。这个物件屋主持有了一年半，可以让你们正常的贷款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你们看到的这边是我们的公共卫浴，装潢得很漂亮，
格局非常的方正，使用的空间也非常的好。我们全幢将近有24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非常的实在。物件总楼高有3层楼，土地尺寸非常的大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，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永安街，屋龄有37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3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2楼，全幢将近有24平，土地尺寸非常的大，因为我们只有3层楼，也就是土地尺寸就有1/3，这一点非常的棒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主卧室，这边是我们的主卧室，这边是我们主卧室的卫浴。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宽敞，格局也真的非常的方正，现场的装潢真的非常的好，可以让你们大家马上搬进来入住使用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有装潢的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有装潢的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这个物件是属于长条形的，使用空间非常的漂亮，社区非常的宁静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单纯的住宅社区，附近都是单纯的住家，没有任何加工厂，也没有任何大型的机械吵杂声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买房子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实地的来现场，实地的参观，实地的感受现场的氛围是否是符合您本身的需求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为你们介绍，这边是我们的主卧室，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，格局很方正，采光也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我们这个物件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现场没有天然瓦斯，在这边要特别的跟你们告知。再来，我们有2个房间，只有对内窗，没有对外窗，这边也要再一次跟你们报告一下。像这种爬楼梯的物件，使用空间非常的实在。再来，我们这个是低楼层，基本上你们大家不用担心爬高的问题。家里如果有老人家，像这个物件非常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实地的参观，因为我们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实在。尤其是像这种公寓的物件，基本上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好，使用频数也非常的实在，不用担心花了1/3的公设，
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现在所有的新建案公设比都非常的高，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低公设的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像这种公寓是完全没有所谓公设的问题，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三个房间，这边是我们第三个房间，使用的空间真的都很漂亮，三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，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，这一点是一个大大加分的选项。很多人买新成屋，室内的使用空间真的非常的小，双人床基本上放不下，只能放单人床。由于目前寸土寸金，所以很多新建案大部分都是小两房小三房，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坪数比较实在的公寓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全幢将近有24坪，室内的使用空间非常的实在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现场的格局规划为3房2厅2卫1个阳台，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，格局非常的方正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我们室内基本上非常的宽敞，而且没有任何压迫的感觉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，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，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，好的物件真的不等人。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这边是我们户外的景观，我们这边是一个单纯的住宅社区，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单纯，都是纯住家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大客厅，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，使用的格局也非常的好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的客厅非常的宽敞，使用空间也非常的大，
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正在找这种低楼层的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这个物件走路的距离大约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土城国中。走路的距离大约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大润发土城店。走路的距离大约是5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永宁捷运站。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，附近有许多知名的四大超商，还有许多美食传统店家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谢谢你们大家。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希望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服务，也希望有这个缘分陪你们大家一起喝成交，谢谢你们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二楼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永安街，屋龄有37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3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二楼，全幢将近有24平，目前报价是1150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9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我们这个物件是属于屋主持有1年半的时间，目前可以让你们大家正常的贷款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有装潢的物件，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低楼层的物件，真的很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因为屋主单纯的换屋，单纯的买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完整，生活采买真的很便利。走路的距离大约是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
土城当地最大的大润发土城店，走路的距离大约是2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家里的小朋友轻松地到达土城国中。步行的距离大约是500公尺，可以让你们轻松地到达永宁捷运站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现况交屋，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查清楚再做买卖的动作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我今天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是大家房屋，土城房屋阿德，欢迎你们大家找我服务，也希望我有这个缘分陪你们大家一起喝成交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，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。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、新北市跟桃园市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-702-518。谢谢你们大家。